好了，我们走了，今天回清迈，又要坐那个4个小时的车。我看了一下子别人说的，从这个清迈到这个拜县，总共有700个弯。700个弯呢？对，难怪会把你给拐吐。我在网上看过了，不止我一个人吐，几乎很多人都晕车。还好我没有吐。好，我们现在回清迈了，车已经来了。我们多少号？我是这个，那你要坐后面，靠着窗户，然后操控标准是5A。啊，就靠着这个窗户后面。是的。3A and 5A。5A。最后面啊。对，5A 是你，最后面会晕车，真的。你可以跟这个人换一下吗？不用不用，冯总坐前面，我坐这边，最后一排。这个安全带竟然是坏的，安全带竟然是坏的。我都没记一下吧。嗯？我说你没有晕车，因为吃了晕车药的原因。对，就是困，然后浑身没有力气，但是一点不晕车。好，安全到达，安全到达。安全到达，现在又到了清迈了。我们在这个附近订了一个小旅馆，然后明天8点钟的话就要回曼谷了，所以临时住个一晚上，就在这个车站附近找的。看了一下子，现在的话550米，我们两个就走路过去了，几分钟就到了。这就是一个旅馆，在几楼呢？3楼是吧？Thank you. Is your Wi-Fi? Okay. Okay. And key? Yeah. No smoke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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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 Thank you.也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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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这样吧。挺好，挺好。来，就是离这个地方比较近啊。明天我们坐车的话，就方便多了。可以洗澡就很方便。可以洗澡，有空调，这个时候已经很满意了。休息了一下，又到吃晚饭的时间了。这边感觉不太热闹啊。那是里面。没有啥子吃的东西。小花，这个走路跟跳蚤一样。这就是下班高峰期啊，看看这个。泰国炸薯条。哇，你们洗的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感觉甜的东西。大中小。这多少钱？不知道多少钱，没有多少钱。薯条能有多少钱？哇，太多了吧。晚饭就不用吃了。我也觉得是。啥的 ？Tomato。啊。哇，没有汤吗？汤。马蹄干、冬阴功、披萨、cheese、马蹄球。cheese。芝士。嗯。你们这边炸薯条跟我们那边是不一样的。
这边的包装全都是用纸包装了，还是用还有那用那种塑料袋。它这个到底是多少升？七十二，original 七十二。就刚刚那个人的是吧？啊，original。Orange。要一点吗？不要，我看着比较奇怪。39吧。啊？39。39。OK。39。39。那正好，只给我拍个照片，我要。8块钱一份。嗯，挺好吃的。味道还可以。这边就是已经到车站了。本来我们就在车站那儿住的。菜单给我们看。我全程用中文讲话，他们也能听得懂。这啥东西？你跑什么？这个，这不就是蛋炒饭吗？鸡蛋和那个饭炒了一下子。你那个第一个不就是炒饭？还是你这个很丰富啊？你自己选的炒饭。你这个丰富。就是蛋炒饭，特别鲜的蛋炒饭。真是的。味道还可以。他们这边每次饭都吃饱，我刚吃了一份薯条，然后又吃了一份米饭，撑死了。我没饱。刚刚试着用这个泰国的这个叫车软件点了一份外卖，点了一个肯德基，然后是付的现金，等会我去拿。总共182的话就是37块钱。我等会儿去取一下子，就是体验一下子在泰国订餐的这种感觉。Later。现在外卖好像到了，要到了。我们两个人去取呢。还没到。到了，过来再看看。可以早晨了，挺快的嘛，我觉得比我们国内的，比我们国内的要快一点。我这边有那个，两块我有。他早就找了。啊。早就找了。Okay, thank you。我们的这个外卖。现在看看这个外卖啊，就是说在国内的话应该是多少钱？36块钱。我看到打嗝了。叫到一瓶可乐，然后肯德基，饿死了。哇，这么多呢！有薯条，一瓶可乐，然后再加这个几个鸡腿。哪有这么多？36块钱，这个。辣椒酱。你这边好像没有番茄酱了。还有两包酱。还有三包酱。番茄酱，这个番茄。哇，为什么有这么多酱？多放一点啊，以后就。OK。需要蘸什么酱？不需要吧。来尝尝看他们这个。我喜欢吃番茄酱。
好辣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泰国叫餐。叫外卖。第一次叫外卖的这个体验还挺好的，挺快的，而且是直接可以付现金，也比较好。吃了一点点米饭。我没有吃一点点啊，我那一整份米饭全吃掉了。他们家米饭就……而且那么大一盘子薯条是我一个人干掉的，我真的很撑啊，我那个消化都没有消化掉，我刚吃完那个撑的。这个你应该喜欢吃，拿一大块鸡肉，拿。这里面我都喜欢吃。他们这个一大块鸡肉。我哇，拿走，欢迎，哎，没吃到肉，全瘦肉，一脚全是皮，不想吃皮了。它就是鸡肉根本都没关系，我现在真吃不下，我真的一点都不，而且肚子很难受的那种饱，不是一般的饱。